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十月七八的暗新闻，我是朱永晓。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雨一直落，苏花公路轿车好落来石头砍到四个人受伤。气象局针对各县市发布大雨以上的特报，好爱明仔载再等雨。有教育大学生去花莲溪出海口送 SUP， 予海鹰架起，五个人掉在海面，落尾拢平安救回来。美国宣布讲，美国企业若无政府的允准，袂当出口先进晶片甲生产设备去中国。外媒讲，这可能致使中国晶片产业倒退路。咱先来关心天气，受东北风的影响，大雨是一直落。苏花公路伫下晡时有轿车互落来石头砍到，造成四个人受伤。宜兰的碧豪温泉对外车路和石头甲倒去的树啊，塌掉咧，即嘛是袂通的。气象局针对基隆、新北、宜兰、花莲甲台东，都发布大雨以上的特报，雨爱落到明仔载才会断河。大量的石头从安尼讲到轿车的车顶，除了挡风玻璃碎起，车顶四个人也拢受伤。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吉兰山区土石松软，这台白色轿车大约下到三点，经过生活崩坑九百路段，才拄啊开出崩坑口，都被路石牵着，驾驶甲乘客已经被紧急送医。可以的啦，好。可以的，可以的。受到路石影响的，也个吉兰县南澳乡配合温泉莲花道路，伫大雨的冲洗，除了边部树啊倒去，土石土水也个有落石落伫路中央。官方已经将塑胶笋放伫路中央，佮打出公告，爱民众唔通前往。整治才陆续完成，现在路面畅通的玉里镇赤坡山产业道路七公里到八点二五公里，参六十九线的东德东里两条产业道路也拢发生落石，目前高度的状态，警方求洪所所管制人车进入。因为大雨不断，然后还有落石滑落，因为之前受到地震的灾害的路段，现在土石又下来了。气象局表示，伫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水气有限制，尤其是这方面的桃园以北甲东北部落雨上明显。其中，伫宜兰南澳干那这两天，雨量就超过1000毫米，东沙乡有953毫米，花莲秀林乡有600多毫米，已经继续对北台东部五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基隆北海岸、新北山区，还有宜兰的平地呢，是属于大雨等级的一个情况。宜兰的山区，还有花东地区呢，是有达到豪雨以上的标准。气象局提醒，这波落雨要到十月初九才会到达东区，初九暗，阁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国庆日迄天会转为大冷。全台各地气温会降到20至22度，民众要加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双十连假的头一日，各地的交通量甲去年的同期来比是增加1%。高公局提示讲，若无驶遐远，会使走代替车路。也有真侪民众趁连假走去小琉球佚佗，东流线全全拢是人。另外，桃园机场出境的机班，这两日也拢上百班，大家拢真期待10月13日边境开放。塞行李，手提大包小包，把阿国庆假期出去佚佗行行的。虽然即摆只是飞去离岛，也毋过距离开国门无到一礼拜，民众早都真想要规划来一撮海外旅行。最想来还是日本，上次去已经是2018。会想要出国了，因为渐渐开放了嘛，对啊，就觉得可以规划一下。特别开国门，机场旅客哪来哪侪？干那统计统计，这两天出境房次，逐天拢有上百班，边境特别放量，只见旅客人数增加。警政署长黄明昭今日也到机场视察，指示航警局提升安检量能加交通疏处。全面消除国，国旅也真夯。连假头一天，东流沙码头游客大家挤挤挤，准备坐船出发小琉球。去玩水吧，大概快30个吧。依据目前订票的状况，这个国庆日的价那个订票率比往年都还要高。出去佚佗的人比预计也较侪，因为有人家族总动员，也够有人有朋友做伴，三十人组团来畅水，订到人数已经超过6000，订房率拢半了。等一下，你们这个喷水一定要好好的喷。体验国旅加出国，家己新景点后，石城堡天气也是长长滚，游览车一台接一台，户外甲室内行到大拢是人，开放无到2点钟就涌入上千人。大概推估今天入园人数大概在5000-6000人左右。
全台经济所在各出现旅游潮，各道车潮也为早起九点了后明显增加。到下昼三点，高雄桥统计全国交通量来到70.4万车公里，甲去年同期比增加一趴。反过来看各个车潮大大减少。那国五的部分呢？截至到下午3点为止，我们南向通过雪隧交通量大概有27400辆次。相较于去年同期是减少了 10%。 高工局提醒，小驾车条有高车到中道了后开始出现，车在下道达到上大量，尤其各个向北，宜兰到北南路段可能为中道过了后就落太高半暝啊。建议若讲开短途，改行省道第一线、第三线、甲第61线来避免含滴车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增加44467例本土，病例数一直伫高关期。卫福部最近也讲，一日若超过64000例，国内管制措施可能调整。那安尼，双十连假了后，敢有可能达到60000外例呢？有医生就感觉讲，这是无啥可能。带囡仔来国小大礼堂排队，袂少家长趁双十连假头一天来到婴幼儿疫苗快速注射站。因为台中市6个月以上无满5岁囡仔，头一剂疫苗注射率是45.8%，第二剂就14.1%。政府伫连假前两天，搁再开设40个快速注射站，希望搁再冲一了这个注射率。来打的第二剂的蛮多的哈，啊，第一剂也有一些他们觉得还是需要，就有出来打了哈，那。比上次我感觉上比较多一些。另外，国内新冠本土确诊数这边来到44467例，新增加76例死亡。今天新增的病例数较昨天少6243例，减少约12.3%。那较上周六多了1427例，增加约3.3%。办事卫福部长苏水源发表示，即阵难以预测疫情的进展也是下降。不过，若是超过即阵推估一天上悬点是64000例，国内管制做法可能调整。对此，台北市联医医师姜冠武认同，若是向上请到64000例，就要来采取稍较严格的做法咯。那可能就要采取比较严格一点点的措施，因为那属于是不正常上升的一个状况。好，那看看说是不是还有新的变异株存在。那同时呢，在校园、在餐厅，好，那可能也会有相关的规定，看是不是能够减少人流啦。另外，连假了后，国内确诊数敢有可能一日就清关超过64000例呢？相关卫生人员机会是较小。伊指出，不管是伫倒一个国家，这波疫情继续时间大概是3个月左右，伊对理论上来研判应该是袂拖伤久。记者综合报道：有九个大学生去花莲溪出海口附近耍 SUP， 徛在过船，结果因为海上歹，有人被海涌架去，包含教练等五个人掉在海面，后尾是出动消防和海巡，加在所有人拢平安救回来。直升机扑落起来，声音真大声，救援人员救到更少，赶紧降落海，因为有一个学生在海上扑着沉着等待救援。经由直升机调查，一道失去联络性的学生，将在空军另外协助下顺利获救起来。在这之前，消防队员也在海边来回进行搜查，海巡人员更加派出船艇在外海救出该岛上的4位游客，把人救上顺风艇了后，先送医去治疗。对，我只是来看一下，对，我陪老板过来而已。这个危险，危险啊！因为你这边流比较乱，然后出海口这个那个算蛮大的。原来北部大学生连假到花莲铁佗，七八早起6点外，带教练一行10个人在花莲溪出海口交界，算 SUP 过小船，不过算到一半，其中4个人被溪流冲到外海，教练看到爱其他5个人先上岸，家己失去救援，结果包含教练这5个人也拢被冲到外海，加在伫搜救人员救援下结束这个意外事件。早上7:31时，由本属巡防艇将4名民众拉起。另外最后一名民众于早上8:59时由吊挂分队直升机吊挂救起。这摆协助救援的乌鹰直升机，这个月初六才拄进入花莲，经由热线相机器，才紧找到所在，把人救起来。不过海巡署也提醒，虽然这阵无发布海警，落水无禁止，但过海上风速有3级，硬管也有2-3公尺高。由于最近东部一直落雨，溪水真湍流，而且水流变较大，若是海上无好，落水进前也是要真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商务部初次宣布晶片出口的管制措施。未来美国企业若无政府的允准，袂当把先进的晶片甲相关的生产设备出口到中国。这是为着防止因制造武器来侵犯人权。
外媒分析讲，这地输中国精品的产业系列的，甚至是大退步。The supply chain is going to start here and e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not joking. 美国总统拜登欢喜是唱不掉，就是因为 IBM 宣布未来十年要投资$200亿，在纽约区晶片工厂加高科技研发中心。拜登到 IBM 纽约区访问时，有了 IBM 投资，对着美国科技领先中国有帮助。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e companies that take these taxpayers' dollars do not turn around and make investments in China, investments that undermine our supply chains and national security. 对拜登八月签署晶片法案了后，美中就因为半导体激烈交手，美国商务部初次更加宣布一系列晶片出口管制做法。未来美国企业除非得到政府的许可，那无会使出口先进的晶片加相关的制造设备到中国。运用美国技术在他国制造晶片，也受到这个规范。美国商务部认为，这些避免具有军事用途的敏感的技术落入中国军方情报和安全单位手中，利弊用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也是侵犯人权。除了传统的这种军民两军商两用的目的以外，因为我们都知道美中现在进入所谓战略对抗的阶段嘛，不再跟中国分享它的科技，或者是说不再支持资助这个中国的半导体的发展。路透社分析指出，这一系列的做法，因公司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出口技术到中国正式上上大幅度的改变，乃是使有效来实施。新的做法因个经由必须美国加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企业切断对中国供货，和中国晶片产业摆卡，甚至因此倒退几啊年。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欧洲当地发生能源危机。不过法国的能源大公司道达尔搁咧罢工。法国一挂加油站拢无油通加，面就是真压榨。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呼吁众人爱冷静。能源部也讲，干那几间加油站受到影响，即马先把正备的油库存提出来用，也向别国来进口汽油。法国加勒地区的加油站外口，车子排满要等加油车，也必须出动警察来维持交通。真无简单，油加好的民众感觉加真放心咯。Un très gros soulagement.Effectivement, c'est un besoin qu'on avait depuis le début de semaine. Sur le bas de la gare, il y a un peu de temps pour la gare. En fait, monsieur, moi, c'est un ami à moi. Il est venu dans cette pompe à essence-là et il m'a dit qu'il y avait de l'essence. Je suis à 58 km, j'ai fait déjà 5 pompes à essence, plus d'essence. Ça veut dire là, c'est mon dernier choix.法国的能源大公司道达尔能源公司，位于法国境内，真侪做油厂甲做油做的员工，因为要求加薪水，已经连续罢工，进入第十二天。工会要求加薪水10%，其中7%是要来弥补通货膨胀，另外3%是要分享公司的盈利。道达尔在法国经营大约3500间加油站，占法国加油站总量的1/3。这波罢工造成法国1/5的加油站汽油、柴油拢无够，尤其是柴油员工拢加无。法国总统马克宏初次在捷克出席峰会时，特别呼吁国内驾驶人来冷静。另外，部长是强调，罢工所造成的燃油欠款影响不大，唔免过度来惊吓。Ce mouvement social rend difficile l'acheminement du carburant vers un certain nombre de stations-service。法国政府即阵已经先把正比原油提出，也对比利时这邻国先进口燃油来应付。澳洲因为乌克兰加俄罗斯的战争引发能源危机，唔那天然气供应正式问题，也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国罢工今后这波危机恶化，大家拢感觉真不安。公司新闻真完全变样。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公布啊，由俄罗斯人权证书比亚利亚茨基、罗西亚人权组织纪念，佮乌克兰的人权组织公民自由中心做伙摕到奖。比亚利亚茨基即马搁咧宏观。伊的董事为伊得奖欢喜，不过也希望伊会使赶紧予放出来。伊是今年新科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人权倡议者比亚利亚茨基。虽然伊将家己的名为这个政治犯名单中删除，伊有缘不幸伫去年被拘捕，顶个月伫家家中度过60岁生日。争取人权对当局是非，伊的董事讲正意义感觉光荣。希望伊得奖了后，会当早起放榜出来。The situation with human rights in Belarus always was bad and difficult.
and we see no systematic changes at all。当届协奏的也阁有和俄罗斯政府强制解散的人权团体纪念，成立超过35年，长期捍卫和政治迫害甲关押受害者的人权。创办人特别讲，协奏了后，无代表因会受到更加大的保护，可能完全颠倒病。也毋过，这个奖将予因更加大的道德勇气。Вот эта премия дает какую-то такие моральные новые силы, да, это моральное одобрение для всех нас, для наших многих коллег. И не только в мемориале, да, эта премия мы расцениваем как дань уважения и всему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правозащитному сообществу.第三个共同得奖的单位是乌克兰人权团体公民自由中心，在俄乌战争之下冒着生命危险，极力收集俄国所犯的罪行。Значна частина команди залишалася в Києві. Ми були під фізичним ризиком нашого знищення, оскільки всім відомо, що у росіян є списки активних проукраїнських людей.诺贝尔和平奖得奖名单在台湾时间初七八点嘛公布。诺贝尔委员会表示，得奖人士甲团体代表各国公民社会，促进陪伴当权者的权利，捍卫公民基本人权，彰显和平甲民主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等来看国内选择，台北市长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讲，选举唔通互相骂来骂去。无当这个黄珊珊是回应，拢是陈时中先咧甲人攻击。国民党蒋万安也讲。但是中甲民进党爱讲好清楚，敢有支持周玉蔻迄款恶质的做法？但是中是回应讲，啥人讲较侪歹听话，一看就知影。另外三个人拢参加下晡的气候讲座，讲政策，为后个月的电视辩论先来做准备。这个参加南亚议员参选人活动，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最近在 ET Today 新闻分享新民调第一，蒋万安表示民调拢是参考，绝对袂放松。对资深媒体人朱国科，初次阁付出伫面前质疑新势问题，蒋万安也反击。陈忠跟民进党更要对外说明清楚，他们到底对于周玉蔻这样子胡乱抹黑、抹红的低劣做法是否认同，而且他们是不是支持这样败坏选风的低劣作为？无当者黄珊珊最近轻遭绑架，才被告青山宫参香，同款一直甲着民进党对陈时中讲选举无做负面宣传，黄珊珊也批评起头人拢是陈时中。负面选举的起头人都是陈时中先生，而且每一次都是由他主动去攻击别的候选人。我觉得他真的不要把百姓的智慧当成垃圾。其实，若把收集一下相关的话语，那就负面的言辞谁比较多，其实就一目了然了。陈时中和纳贝相叫，无继续回应。再去伫并且推出陈时中金句赖大图，希望甲少年人求我距离抢攻选票。另外，纳六杯三位参选人下到底气候地理精灵台北工作头一摆讲台正式交手。从宣言好吗？来。陈时中画出旗鼓，由顶面带领下面。蒋万安是讲，精灵团应该为下面向顶面推动。黄珊珊是拍出旗鼓的精灵团牌组织条例，先为下个月登场的电视辩论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选战，市长陈其迈要拼连任，今仔日开始竞选的行程，一天就走七搭。除了成立奥运会，搁替民进党的议员做讲。原来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志温，伊拜六的行程嘛是满满满，暗时阁要去屏东来做工。市长陈其迈竞选连任，拜六天开选前的行程，头一站来到民进党的铁票区，成立基顶球员会。虽然高雄选情比北部相对较冷清，陈其迈自三到暗四的球员会来成立，也替民进党议员参选人来徛台，维持伊进进进的这作风。市政还是不能停，也是我们念之在之，希望说能够在不影响市政推动的前提之下，来逐步的开始我们的竞选的活动。两年前，高雄市长补选，陈其迈在基丁区提下75%的高得票率，伊伫主持也呼吁乡亲爱大大来支持，希望市长连任免拼上85%的得票率，也答应过年要来到基丁大。
六三线行程，大家拢真满。国民党高雄市长陈水扁、郭志温再去连扫凤山、林园、甲大寮，扮演鸡母的角色，替共党议员陈水扁做选，唔若要挑战高雄市长大位，嘛要呼议员释出极大化。暗时啊，跨国到屏东来互选。另外，前高雄市长韩国瑜伫面试有过，十月七十日头一场的竞选活动会出现。韩流三峰是不是都搁再来合作？韩国瑜所造成的一个风潮啊，是过去到现在没有人可以来复制的。那我想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有整个的选战，那当然也是因为陈市长他特别把这个选战变得比较低调、比较冷一点。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步伐。对了，陈其迈即将的优势提出两年拼四年的政绩，中华支持度，花州湾竞选行程七月初提前开始走，九月底也举办头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组合向心力要来拼拼盘。记者综合报道。无钓插花是新钓传统工艺，时常出现伫寺庙，毋过渐渐要失传啊。新钓市文主审计委员会最近甲插花列作是文主保存技术，新钓演武场在当日展出老师傅的作品。有四十档经验目工师傅蔡杨杰，是目前台湾少数有将派插花技术的老师傅。十八个技术在台湾真侪庙师拢看会到伊的作品。也参与过不少大大小小修复工程。基本结构也是根据传统的一个架构啊，但是里头有一些是我加入一些我个人想要另外表现的一个不一样传统的一些内涵，把它加在里面。新竹市政府文主审议委员会最近才通过，甲插花列作文主保存技术，即届配合少年行务所国际活动。把蔡杨杰的作品搬来现场展出，希望民众了解新竹特殊的插花产业。那当时是我们外销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那近期，后来呢，因为产业的一个变迁，那就慢慢的被一些替代品给替代掉。除了木工艺术，现场也展出路灯作品，民众会使欣赏老师傅高明的手艺，也对新竹辉煌的工艺历史更加了解。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湾今年超过300万人得到失智症，有民间团体和业者推出 VR 体验课，邀请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属和义工，透过 VR 来了解失智症所看到的世界。把 VR 眼镜挂起来，二三十个人就亲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有当时坐咧，有当时搁站起来，把脚步踏出去的时阵，有淡薄仔丢毒。到底因看到什么嘞？哦，还有旁边的有手机，还有那个什么蛇，那的旁边的有那个充电，啊，这边的有什么包扎。这些东西是怎样到这会，这个 VR 是在模拟失智症患者看到的世界。找八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和业者合作，邀请在第一线照顾失智症患者的家属和义工，透过 VR 体验失智症患者的感觉，进一步理解他们的处境。他平常不多话，但是你会觉得他好像眼神在看一些事情，可是你问他好像他又不太肯说。因为如果像我们刚刚体验 VR， 那些幻觉他其实是会消失的，所以有可能他不讲是因为他可能一下子就没了。根据卫福部的推算，2022年全台湾有超过300万人得到失智症，真侪拢是靠义工咧照顾。不过伫教育训练无够的情形之下，真侪义工唔知影要安怎照顾失智症患者，嘛会对因行为变款感觉惊吓。即使在台湾曾经照顾过中风的病人，可是他没有碰过失智症的长辈，所以遇到很多状况都是新的。但是我们的居服员，他们可能有很多的训练、教育训练，也有督导在协助，不会照顾也有人教他。可是我们的义工可能相对资源就很少。陈景林表示，民间办的 VR 体验只是一个起点，呼吁劳动部应该要更加重视义工的教育训练，提供照顾者更加好的支持。记者林志豪、谢桂玲台北报道。再回来看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对家人到新竹，是23度到29度。对苗栗到云林是23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是24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是23度到30度。平湖金门妈祖是23度到30度。
稍等下7:30，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感谢你收看今天的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咱明仔再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